鬼片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就是有在也没什么要讲真的，可是因为一个感想，就是大家中文歌跳得好好，我就这样，很开心看到你们大家就是可以放得下去。好，什么？谢谢。我们的第二位小倩老师为我们讲一下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小倩。今天这是一个非常疯狂的活动，但是以 battle 来讲的话，因为它是中文歌，所以等于说大家都会是比较耳熟能详的歌。然后我觉得，除了感染力之外，今天大家所有的感染力都非常强，因为这些歌可能对你们来说很有共鸣，你们很常听到。但是怎么样去用你的肢体表现这首歌，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所以我自己的话，我会喜欢除了很嗨、很有感染力之外，然后他还有一些属于他自己的风格、他自己的 style， 用他的方式、他的肢体去诠释，会觉得更加新颖的。除了带动之外，我自己个人会还蛮喜欢这一部分。我觉得用跳舞去诠释这首歌，然后带来感染力是很重要的。谢谢。我们的师妹老师，嗨，大家好。就是今天其实大家，如大家所见，所有的参赛者的实力都非常非常的好。那其实到最后，对我来说可以脱颖而出的人是，你可以在共同，因为会甩手、会摔、会的人很多，其实大家的基底都很好。那你可以在这个基底上，再表现出你自己更多的特色，不一样的风格，就是那个对我来说是真的，只有你在你身上才成立的这件事情，你就会脱颖而出，就会觉得很开心，看你跳舞很自然，这样就是专属于你自己。如果套在别人身上就是不合理的，这样子的意思，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往这方面去好好的努力。我自己也在找这件事情，是蛮难的，对，加油。来，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刚刚的两位选手。